主料：烘熟粉丝200克，鱼8条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葱花、剁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烘熟粉丝洗干净，沥干水，油锅烧热，把烘熟粉丝倒进去，随意翻炒几下，放适量盐，放入一碗水，盖上锅盖煮。煮至红薯粉丝变软的时候，放入鱼块和剁椒，烧至鱼块变熟，撒入少量葱花，翻炒至均匀入味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自家做的红薯粉丝，稍微煮一下就变软了，不要煮太久哦。二、我家没葱了，用青菜叶子点缀点颜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